我会听一些就是说比较抒情的歌吧，就是比如说像《呼吸决定》啊，对，这个我是感觉非常喜欢的，还有杰伦的歌也是非常非常喜欢的，从小听到大。唱歌的话，只是我一时兴起，稻香，我没有想到中间那一段会这么难。我喜欢的歌曲挺多的，就都会去尝试，但是发现不好听，我自己就会删掉。关于听歌的话，平常生活中还是比较喜欢听周杰伦歌，因为我觉得，可以让我心情很放松。最近在听的音乐是王嘉尔和林俊杰的《过》。我想听某个人。